们现在玩的是打企鹅，打企鹅的，要开始喽！开始了，预备，开始！姐姐和妹妹协同合作来进行打地鼠的挑战。哇，大魔王出来了！姐姐的打宝特别，一次打六颗，妹妹负责一颗，妈妈帮忙打两颗。他们现在在欺负企鹅吗？这只企鹅长得太怪异了吧！啊，大家躲进去了。公布第一期的分数。1000多分哦，因为没有达到200分、2000分，所以游戏结束了。打气好不好玩？最后我们说什么？这里是桃园乐极斯游乐世界哦。